西安古乐，一种来自大唐的宫廷音乐。现在却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是大胆革新，还是谨守传统？西安郊区南集贤镇有两个村庄，东村和西村。村里各有一个古老的乐社，演奏一种传承一千多年的民间音乐——西安古乐。西安古乐原是盛唐时期的宫廷音乐，后来逐渐流入民间，在重大节庆和庙会时演奏。西安古乐乐曲庄重古雅，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西安古乐的演出越来越少，西安城乡的传统乐社从鼎盛时期的几十家减少到只剩下六家，这其中就包括了东村和西村两家乐社。2012年，陕西省文化厅推出古乐进校园活动，计划挑选出一两家最好的乐社进入陕西省的各大专院校巡回演出，向年轻人普及和展示这种传统的古乐表演。被选中的乐社，政府会提供一些演出津贴给予支持。对西安的这六家乐社来说，这是一次向外界展示自己实力的机会。东村和西村两家乐社都有自己的绝活，他们能合奏西安古乐中最精彩的斗乐，这是一种比技巧比实力的演出形式。两支乐社轮流演奏自己拿手的乐曲，谁的曲目多水平高，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西安的六家乐社中，目前只有东西两村乐社能表演斗乐。两家乐社都开始着手准备，乐社的乐手都是村里的农民，这几天每到晚饭过后，他们就聚集在一起排练。咱们排练的场所就在这楼上。就在这楼上，很简陋。田中和是西村乐社的鼓手，已经70岁，他在乐社里做了40年鼓手。在南集贤镇，西安古乐也被称为集贤古乐。集贤古乐，它的中心就是指几面鼓，这个是坐堂鼓，坐堂鼓，这个是斗鼓，斗鼓也叫斗鼓，这是四鼓，这是战鼓，这是几面鼓。坐乐全部少不了这四面鼓，这一面锦旗是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给咱们乐社赠的一面锦旗，是赞扬集贤古乐，授予国家瑰宝。你都没接上，你送过去的话送都没接上，花块钱也西村乐社的社长田孝黎也是西村的村长，乐社的排练场就在他家的二楼。摩托卖的啊？卖的，今年没东西，今年有价格没东西，价好没产量嘛。我一样，一卖才下来连一万二都没有。价格为啥好？就是都产量低啊。田孝黎他们所说的毛桃就是猕猴桃，当地农民擅长种植苹果和猕猴桃，收入还不错。但这几年村里的男人们还是陆续外出打工了，曾经以男人为主的乐社逐渐被女人替代。不过
乐社里的鼓手仍由男人担任，因为鼓手是整个乐队的指挥。和明清时期的斗乐不同，如今的斗乐已经演变成一种按既定曲目演奏的表演，逐渐套路化，失去了以往龙争虎斗的风格。老鼓手田中和年纪大了，他一直在训练村长田孝礼，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挂地车啊，检验一下，还过关了没过关？挂地方啊，瞧见了吗？吹得要很悠扬的啊。与此同时，东村乐社也正在紧张排练。东村乐社社长是顾锦兆，今年已经68岁。最近老顾有些苦恼，他们乐社的男人太少，不得不从西村借人，就连自己的三个孙子也都派上了用场。一二让老顾更闹心的是，他在乐社中兼任的鼓手至今没有找到接班人。为了尽快培养出新鼓手，他只好招了村里的两个女人来训练。头天晚上的训练效果不是很理想，第二天老顾又在自家楼顶的平台上给两个女弟子单独补习。手女娃跟我学敲鼓，但是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加上害怕他们拿不下来这个东西，但是也矛盾，男的我好，伢娃可不跟我学，因为啥都要出去挣钱。乐社的活动不是村民们的主业，他们白天务农照顾家务，只能利用闲暇时间参加乐社的排练，而一直以来乐社的表演都是没有报酬的，这让本来就不规律的排练更加没有保障。老顾家里开了一家纸花店，专门制作花圈等殡葬用品。他家还有一个小作坊，大量制作小人偶，这是一种流行于西北地区的祭祀用品。老顾的小作坊主要由女儿和女婿操持，生意好的时候还要请人帮忙。小人偶行销西北五省，一年下来能挣几十万元。老顾在经济上一直没有后顾之忧。东村和西村乐社加紧排练的时候，附近的周至艺校鼓乐班也在积极争取鼓乐进校园的机会。周至艺校地处陕西周至县城外，是一所普通的公办戏曲职业学校。这所学校本来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秦腔艺校，但是这些年秦腔演出在当地不太景气，于是学校转而传授西安鼓乐。
两年前，他们招收了第一批古乐班学员。西村乐社社长田孝黎曾被邀请到学校授课。从那时开始，艺校就有一个很大胆的计划，他们准备在这批学员毕业后组成一支职业的古乐艺术团进行商业演出。所以艺校一直期望对传统的古乐曲目表演形式进行大胆改革，以适应演出市场的需求。但是作为南极弦镇西村乐社的正宗传人，田孝黎却不这么想。在他看来，西安古乐就应该严格继承传统。最终田孝黎离开了周至艺校，这可以说是水火不容的分歧。他们现在强调要发展，我们现在强调是保护，国家就是强调保护，他们现在是要发展古乐，要发展，就弄不到一起。艺校的古乐班只有五六个男生，其余都是女生。入校后，他们有严格的形体和礼仪训练课。在乐器演奏方面，经过三年专业学习的古乐班学员个个技法熟练，他们还加入古筝、琵琶和阮等弹拨乐器，增加了音乐的表现力，这些都是传统西安古乐的乐器中所没有的。这位老师叫李波，他曾在西村乐社学习过七年，也学过西洋乐，有十多年的商业演出经验。他教孩子们演奏的西安古乐明显节奏加快，和传统的西安古乐表演有很大的区别。他那个教学就不能称之为古乐教学，因为就没有古乐社的人去教，其他任何人教都不算是古乐。这是一个原则。因为我在古乐社待了七年，就专门研究这个东西，所以说应该是他是古乐，我不可能去给这做，对不起这个古乐，西安古乐的这些不道德的事。几天后，田孝黎听说省文化部门的官员第二天要去他们村附近的说经台参观，传说这是当年老子讲经的地方。于是田孝黎和东村乐社的社长老顾商量，第二天在说经台表演一场斗乐，让领导们碰巧看到他们的绝活。田孝黎期望能用这个方法获得一些关注。第二天，东村和西村的乐手们都到齐了。东村乐社身穿紫色和淡蓝色服装，西村乐社则以蓝色和黄色袍服为主。按照传统斗乐表演的形式，两支乐社相对而坐。
这场斗乐，两家乐社都拿出了看家本领，轮流演奏《山坡羊》《乡山社鼓》等八首乐曲，这些都是斗乐中经典的曲目。如田孝礼所愿，文化部门的官员们碰巧看到了这场斗乐，他们驻足观看了好半天，但却没有任何表态，田孝礼心里有些没底。晚上，乐社定期的训练没有正常进行，乐社的女人们都去了村里新建的小广场。最近一段时间，她们一窝蜂地喜欢上了广场舞，几乎天天去那里跳舞。这样一来，乐社的排练已没法进行，可是田孝礼却无法约束他们，因为乐社不发工资。王小曾是西村乐社的骨干成员，家里除了种地以外，还养了几条名贵的狗，一年收入十多万元。小崽子嘛，买小狗就是一般的，那差一点的就是1000多块钱，要是好一点还有几块几那个啥几千块的，哎，还上万了，几万的。除了洗衣做饭，王小曾有空就去村里的乐社。在家里下整天也就是没事干，也就是转出来转进去，有时候没事个打个麻将，打麻将打的多了也就觉得烦了，也是大家在一块图高兴，也就是小点儿啊。古乐社的其他人跟王小曾的情况差不多，像我们这个年龄段都在家里带孩子，天天就和那个孩子和老人在一块儿，也没有什么娱乐的，就觉得很无聊，一天就像个我都觉得我好像和外面的世界都隔绝了，后来学了这个还觉得挺好的。和村民的态度不一样，田孝礼把乐社的事儿当成了自己的一个事业。他决定继续排练，并且希望培养一个年轻人来代替他当鼓手。这个敲鼓要有一定的技巧，而且还要整个驾驭这个乐种。我认为目前我们乐社包括东西两社的这些女性的这个演奏人员没有这个能力。田孝礼这么有底气是有原因的，他心中已经有了鼓手的人选，他的侄子张俊。张俊在当地经营着一家铜管乐队，专门给农村的红白喜事吹吹打打。张俊刚结婚没多久，媳妇儿也是乐队的成员。在西村乐社里，张俊一直是顶梁柱，如今有了孩子，张俊要养家糊口，来乐社排练的次数越来越少。田孝礼也知道这个情况，但他相信张俊会像以前那样顾全大局，抽空来参加排练。为防万一，田孝礼也临时找了一个女鼓手训练打鼓。试一下，试一下，别说，试一下啊！试还行吗？试还行，这没扎住，应该念了。
我跟你说这话，你家还接了些事，还有婚庆的又是几下子，你看不去就行了。那意思了可就行。凡是，哎，你再弄这事，又挣不花一分钱，五元万还吃奶，你买奶粉弄啥子，都没钱，你这也不行了，这事情。哎，都没有人弄钱，你都这样，那这还事情闹不了，你光生意的话，啊。所以莫和你做第一官，这都挺好。指望你移民说干防守哎，客观上说，我两个人顶不住你一个人。虽然这不挣钱，但是这个你可是怎么说，可是精神享受。你那我就是为了这个钱。那精神享受没啥吃也不顶啥。没啥吃。那么那就说嘛，调解这个关系不是说等于所有事都不顾的，你看闹的，每回都是这样，坚决不行，你给俺退。继续两位接茬。张俊回家了，继续练习自己的长号。在接下来的秋冬季节，是他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时候。为什么？他要有一定的感觉去，有一天感觉不到位了，他就搞不好了。周至艺校的竞争越来越强劲。田孝黎四处取经，改进自己的节目。古月进校园的入场券究竟花落谁家？结果仍然扑朔迷离。